早一步啦。白天狼变得好没尊严，比较有用。真的，这个狼很可怜哎、欸。白天狼有可怜的。快点，小雨了！哎呀，小雨在这啊！因为女手职业啊，忍者，忍者，这对了，这对，我也是忍者，他也是忍者，哇，忍者难抓，忍者不好抓、啊。我光打没打死他，那个穿墙出去，是吧？穿墙好猛哦，好想玩、啊。一开门，然后就咚就出去了，真的。下一个白天又是 PVP 的时刻喽 ，PK 场，哇，太远了，你怎么那么远啊？就在那个可以穿墙出去的地方了，就是想穿墙，就是在我第一天打你一下的地方，对对对，一样，原来第一天就是你打他，对呀、啊，打穿墙，你要被夹死了啦！你是蠢忍者啊！吓人吓人，我可能打发现这个忍术也有失败的时候嘛，直接卡了 PVP 了，做光没算来的啦，那就来了，五四三二一，传送，可以，打了打了，哎呦，他这个到底是个点八就好，没有没有，他可以分数，他可以集气，是要集气，哦。哇，狼啊！哈基，你真是蠢狼哎、欸！我已经大优了、欸，我怎么又蠢狼了、啊？等一下，大好多蠢哦、喔，好多蠢的哦、喔欸，太多蠢的了吧？他25%也太高了，只有25%哦，所以这四个都是五十分钟，对，太狂哎！太高了，这几率是不是太高啊？快快，有点高呢，真的有点高啊！哦。没有，他好像是每个职业，然后自己，然后再算25%这样。对啊，还是哦，分开的自己的25%呢？对啊，对对对，所以就是这四个人就是非抽人啊。对了，就抽不到好东西啊。对了，而且理论上九个人去除那个25有没有？也不会是四啊。还好我第一天不是，还好不是准忍者，不然我第一天被小雨干掉。真的哇！所以还好那个、欸，繁星你的那个药水没有丢中我。不是，对啊，我刚在想，我刚哦，对，我刚马上要丢小雨的。哦、嗯，我超怕的，我超怕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那个 YT 会加成那个几率啊，有没有？6倍，对不对？原来是这样啊。小心哦，大家不要当蠢蛋哦。嗯，好可怕。有请。哎，不要再打了。哎，洋洋很可怜了啦。哎，怎么躲啊？这巧克力呀、啊！巧克力呀、啊！我要走啊！我要走，我要走。允月，你干嘛？允月，我习惯男生一种，就是我习惯男生一种。环境什么？我是狼人，怎样？巧克力粉。有用啊！我厌家，我厌人呐。有没有聪明？有没有聪明？我是人类啦！有没有巧克力？你确定你是预言家吗？巧克力，我预言家，我才是预言家哦！你才你狼人吧？哎呦，你才狼人吧？哎呦，两个人狼人，你狼哦！我已经死了，我人类啊！可是你还是要死。我验狼，我是人。你是人，所以你是蠢的。我应该记得杀团团，所以你哎，为什么要杀我？你不是跳预言家？是，我是预言家。走了，你走了。哈基是狼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在我面前变身了。好，哈基是狼，然后变身。在你背后好不好？那个，我验杰瑞也是狼，所以是哈基跟杰瑞两个。哎，不是，不是，就是了。我是预言家，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搞我是蠢的啊？狼人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也是有可能啦，任何人都会是那个，任何人都是蠢的、欸。没有没有，对对对，我想到，啊、那也是有可能啦。聪明啊！我听到杰瑞是不是叫了一声啊？没有，杰瑞有叫一声吗？他是不是打我没打死，在喊救命啊？我用了暂停，刚才杰瑞是不是叫了一声、啊？哦，我是真预言家啦，我那个是无敌的，对我是真的。伙伴们加油！哎、欸，这个我不是要是蠢的吧？你。你可以再多杀一个，你可以再多杀一个，我死了。再杀一个，好好。哎、欸、哎，其实里面两个都可以杀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可以再杀，你可以再杀。讨厌，等一下，我怎么杀不死啊？
现在是他第十二哦。我又准了，刚刚只有影月死掉。哎小雨狼啊，小雨狼，小雨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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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狼。每天都是他们活着人说，哈哈哈哈哈。你是狼还是小雨是狼啊？我是狼，我是狼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走开！把删掉，把删掉，把删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狼哦，不是，你是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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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死人，气死我！这样，巧克力你，我老是蠢聪明又蠢聪明，蠢聪明又蠢聪明，哇！你是蠢，所以你根本不是狼啊！你根本不是狼啊！我是蠢聪明，可是我刚刚看，嗯。你刚才是什么？我看我自己是狼啊！嗯，不是，我要骗杰克啊！我说我故意说我是人啊！哦，所以其实是繁星才是狼这样。对，可是他，巧克力也说他看到不是他也是狼啊。他说看到讯息是狼哦，所以我看错了是不是？因为我是蠢村民嘛，所以我刚以为我是狼。哦，所以这场有第四次狼，我们人类还是获胜。有的准村民会看到其他的职业啊！哦，好酷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是这样吗？幻觉，不知道他里面书里面没有准村民的，没有啊，最后面他最后面就有写那个准村民，然后就只写哈哈笑你而已，而且跳过，对，他就跳过哈哈笑你，对啊。如果你真的看到是狼的话，那就是很厉害的职业了，真的哎。哈哈哈哈哈！混乱中立，我好蠢。巧克力，你往上滚可以看到你的职业吗？对对对，我往上滚是看到是村民的。哦，对。然后不晓得为什么我刚刚看，我误以为自己是那个狼人呢。哦，蠢村民看到神爹的职业，假当狼人啊。我累了，我累了。累了，累了。当狼当习惯的。哎呀。啊，所以我们这次报名式的玩法，那个狼人一次都没有获胜，狼人太难了，九个人里面有三狼都还是无法，对，真的，白天的报名票人太多，票人见太可怕了，白天死人更多，对，直接把人砍死，不是用白天一次死三四个怎么玩？对，白天很强，然后反过来狼人晚上其实杀不太了人，嗯，对，嗯。即便对方不是忍者，也很难砍死，就比较难。是你要加丘比特第三方？没有，我们接下来是那个啦，辩论式的，辩论式，哎呦，讲话的，讲话的，动嘴动嘴，稍微看一下。好，辩论式，对，好像是晚上的时候，狼人选择杀谁，就那个人好像是一定会死。嗯，对，那白天的时候应该就是跟桌游一样，白天的时候所有人可以选择一个人去票，应该啦，对。但是反正就是晚上看起来就是一定可以选一个人去票时，那记得你们要选同样的人，好不好？然后猎人的话，每晚可以选择陪葬者，只要你晚上死或是白天死的话，对方也会跟着一起死。狼人哦，对，感觉有点像是，对，有点像，有点像美猎人，美猎人，对，他是美猎人，对，啊，预言家就一样，可以预言对方，好吧，啊，蠢的都不管，我们就先没有蠢的，好，那女巫呢，晚上可以选择救人或者是杀人，但这个能力，比较像医生啊，比较像医生，哎，他只能用一次，哎，嗯，对，不晓得是像桌游一样是两瓶药，可以各用一次，还是就只能用一次，还是他意思是一晚只能用一个。没有，他说其他晚上跟村民一样啊。对，他说用完之后就变成跟村民一样，所以他只不知道一瓶还两瓶啊。哇哦，这样只有一瓶而已，听起来对，可能就是一瓶，看你要拿去杀人还是救人，这蛮硬的哦。没有那个，哎，作者说各用一次啊。哦，各用一次，各用一次，就女巫跟桌游一样，就是有两瓶药，但一晚只能用一罐。好，
哦，应该是一罐整用一罐，然后用完的话就跟村民一样了。嗯，好。忍者，再看一下哦，晚上时可以选择让自己回避所有杀机。好强哦！忍者的话，它有一个也只能用一次的技能，就是你使用那次技能，你晚上就一定可以回避，不会被杀掉、哦，但就只能用一次。好，所以你就觉得今晚味道怪怪，会被杀，头呼血，赶快用一下。好像有人走过来了，赶快用一下。对，好可怕、啊。那就先一般的来玩玩看哦。Okay. 好。那就看一下哦，那忍者就一个就好了。好，令甲一，三个狼，一个猎人，一个预言家，一个女巫，一个忍者，两个村民。好，好，村民，好，然后，设定模式，辩论，辩论，这个时间要设多久比较好啊？这好，很难，很难设。他晚上都只有30秒而已，他这个都一分钟，是一个人一分钟还是全部一分钟？没有，就全部，没有是全部，全部，对啊，包含投票吗？包含，哇哇，那晚白天要设长一点，设长一点。他这边写啊，由辩论式变成白天三分钟，晚上三十秒、嗯，就晚上狼人 做事情只有三十秒，那白天我们有三分钟可以聊。哦，就先尝试一场看看，第一场先试水温，试水温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就来啊！别再打了，打了，不会吧？别再打啦！所以现在是狼人杀人的时间，不是？对对，所以我们其实不用，其他职业也可以选择，我们其实可以不用动啊，不用动啊，因为不能对啊。对啊，就没有，可是因为有的直接有输，有的没有，会有输哦，这样可以拿输什么东西之类的。哎、欸，对，可以拿看到人家拿输了，所以要么就是、对啊，要各站各自角落吧，要站各自角落，各自角落啊，对对对啊，哦，变团团被杀了，团团死掉了，团团他不死了，对啊，哎、欸，第一天有遗言吗？你可以讲一下遗言。好，第一天的遗言，我刚刚第一晚验的是巧克力，巧克力是好人，好。哦，精髓！哎，精髓哦，死掉的人的精髓哦，我一定是好人哦。哎呦，哎呦，我们要票的人也只能透过白天的时候换谁发言、嗯？我觉得，嗯、哈记允月必有一狼。啊？我、哦？不是，你要有个根据啊！对啊，你要什么？因为你们住旁边啊，你就一定看他不爽啊。平常有没有捧盘不洗碗？有没有去杀他？捧他，所以刚开始先。把船团票出去的意思，对，先杀室友，啊，搞不好自刀啊！啊先杀室友，阿进你怎么？我手肘碰不到，所以我不是狼。他短手狼，短手狼敢摸不到东西吗？不是，职业跳一跳啊！阿进你什么职业啊？我职业啊，我村民。村民，注意是村民，不是平民两个字，是村民哦。啊、没差，你是村民就去死吧。什么？哇！哇！哇！很奇怪，一直想要好人去死。哎、欸，我是唯一精髓，你还质疑我？不是啊，团团可能团团可能自刀啊。不是，会不会是团团跟他自刀就会有预言家跳出来啊？可是现在没预言家跳啊。现在没有跳，没有人，现在就是有繁星跳，没有，我没有跳、啊，但他就已经跳啊。有人喊跳预言家吗？给你们机会啊。没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有没有爆啊？有没有爆啊？我查喽，有没有爆啊？有没有自爆？有没有自爆啊？有自爆啊！有自爆啊！那允月什么职业？啊，平民啦、啊。两个都跳平民哎、欸，你也只有两个。我先讲一下、喔，我也是村民哦、喔，不是平民哦、喔，我是村民哦、喔。允、月是平民哦、喔，允、月是平民哦、喔。哎呦，好可以哦。真的，没有平民的、喔。而且我从刚刚一直都在这边没动哦、喔。对。我看着繁星的。那哎呦，音乐，选择音乐，选择、为什么选择我？我很难过，因为你讲话就怪怪的、啊。还有没有平民跟村民要跳的啊？我不是，还是没有咯。我觉得这样职业一个一个往下看，说不定就可以啊。小雨什么？啊、你什么啊？
平民吗？我告诉你。哎呦！哎呦！你为什么害怕了？晚上就知道了。哎呦！女巫会毒你耶！好可怕！你这样说不定女巫会毒你耶，你要小心啊！不会，不用担心。是投影院吗？巧克力就是女巫有没有？对啊，投影院啊。我就团团宴的精髓了。我说你女巫啊！投影院，投影院。过白天，啊，也死啦，也死啦！哇，噔噔噔噔！哎哎，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最近直接讲一下，反正趁晚上我也可以讲。那个女巫的药只能用一个。哦，真的是跟自己药，跟毒药只能用一个。所以你真的是女巫哦，我好屌。对，我刚刚原本想要毒杀，我刚第一天救自己，他救人也很霸气，就是他不能知道谁死了，就你。